现在开始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法庭上的证供，不过我个人不太希望你行使缄默权。你这社会败类在打什么主意？到底又做了什么放他在街上跑？只是做了点小改造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赌博的警官。之前那些恶作剧就算了，哪次在开这种玩笑？开玩笑？我一直都是很认真的，这次的手术对某人而言可是意义重大的。无论你用什么借口，等这里搜证结束，那个危险物品抓到之后，你就别妄想能脱罪了，史库罗德医生。真让人为难，我也只是受人之托，之后的事就与我无关了。走。看来，就算我坚持它不危险，你也不会相信吧？站住！回到手术实验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这里？你的目的不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幸好只是机体短路。